而且我前几天到东石渔港买了一些海鲜，那里面有很漂亮的小卷跟比目鱼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处理这个，好，用最简单的方法，好，让大家能够很轻松的就可以在家里处理海鲜类的东西。那我今天打算是我这个鱼用红烧的方法，好，那等一下带大家做一次红烧。那红烧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穿烫这两条小卷，那这样晚餐就有很好吃的鱼跟海鲜可以吃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哦。然后这个是比目鱼，比目鱼它是一种很肉质非常鲜美的鱼，好，那它的肉非常嫩嫩，好，那这个你就看它肚子，肚子它全白的这种就是野生的，好，如果肚子是有花色的，那可能是养殖的，好，这个是野生的比目鱼，好，那阿雄每次买这些海鲜，我都会在鱼市场那边，他会压冰回来，压冰回来以后，回来以后会先做初步的处理，如果需要，稍微杀的，好，或者说要处理的，处理好以后，我会把它放在袋子里面，一个小小袋子，每一个让它分开，然后放到冷冻里面，还要速度要快一点点，尽量在最新鲜的状态下放在冷冻库里面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就把它一包一包拿出来解冻，啊，那也要钓鱼之前，当然是要把它。在最好是能够这样在常温下让它解冻到它已经整个都软，这是最好的。好，那你如果用微波解冻的话也可以，如果时间不太够的话。好，红烧鱼我们会用到这三种配料，葱、姜、蒜，好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好，我们要先把这三个先稍微让它爆香一下。蒜头先把它煸一煸，煎一煎，等它出现快乐的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了哦。味道出来了哦。好，我们把姜也分别放进去。最后再放一点点葱，那我就把火关小了，那整个姜丝都出来了，然后放一点点水下去咯。这个时候加一点点的导鱼膏，我可以开大一点点，因为它整个滚起来。米酒。糖先融化，最后就是酱油。酱油主要是提味，就不用太多。啊，提味，然后跟酱色，让它颜色漂亮一点。好，我们酱汁就准备好了，试试看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好，来哦，关小火，把鱼先放在底下，可以。
干净的水。还大一点点，看，大约3到5分钟。好，又是运动时间了，可以跑跑步，跳一跳。OK。好，那现在他们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处理我们的小卷喽。好，小卷先要下去之前哈，我们还是先把它再冲洗一下，它上面可能会有墨汁。好，那这个墨汁其实是可以吃的啊，我们吃那个意大利的墨鱼面的时候，就是用它的墨汁。对啊，是可以吃的哈，但是我们稍微把它冲一下。因为这个鱼稍微比较薄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可以大概3分钟左右，我们稍微看一下下。好，那如果觉得可以了，我们就让它慢慢抽干就可以。乖乖的在里面待着，很好。因为这个哈，它的熟度要看你的鱼肉的厚度跟薄度，跟你解冻的状态。因为我们这几道已经解冻过，而且鱼肉比较薄，所以我们用时间就不用太长。好，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鱼肉，如果整个颜色已经有酱色进来了，然后看它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准备起锅喽，走喽。慢一下，好，起锅之前我们再放一点点葱跟蒜。葱不乖，不想下去。再加。好，3到10就可以起锅了。因为鱼很薄哦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点，慢慢把它推下去。好，慢慢的，只需要一点点耐心，和一点点运气。噔噔，啊，我们的红烧比目鱼。加一点姜片，开火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下锅之前呢，我们先把头拔出来。这样子等一下下去的时候比较容易熟。好，我们把它拿过去喽。好，这边的水果呢？盛上小卷，让它水滚了，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做了。然后等一下起锅以后，我们一样用稍微用凉的水让它冲一下，让那个它的弹性口感会更好。然后水滚了以后，我们继续让它煮一下哦，把那个大滚的让它煮一下，然后要小心不要让水漫出你的锅子来。不要让它出锅哦，差一点点，观察一下。现在看好了哦，好，又唱一条歌，也这么好啊，唱一个什么较好呢？唱一个《来山小姑娘》。一个来山小姑娘，我等了一个回家，
先到他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要把它捞出来了哦。哦，有对，这个澎湖的小卷没有用药水泡的哦。哦，对，这个。好，冲一下，一样用过滤水冲，不要用自来水冲哦。把它冲凉一下，或者是压冰块都可以。好，好了，你把它切成，我就可以吃下去的哦。你看看，肉厚，里面还有蛋，哦，一条。OK， 先把它放进来。好，那在家里最简单哈。你如果要调糖醋酱、调五味酱、调沙沙酱，你都可以。可是那个有其实蛮麻烦。那最简单的方法，好，因为阿雄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。那个啊，沙拉。美乃滋，喜欢多吃一点就多放一点。那如果你觉得不要太多，你要自己斟酌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川烫小卷，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哦。喜欢阿雄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